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0。欢迎收看，我是金钱豹，在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。我是大 K 曾汉文，我是 H 八十一零。今天是阿哥的文明秀。哇！这个呢？今天不只是阿哥的 One Man Show， 还是呢这个阿哥个人演唱会，听说带来四首主曲啊！对对 对， 对，哇，哇，好难得，所以我现在不讲话，要培养歌喉，不然我会烧香这样子。好，不讲话之前呢，那这张 CG 也请阿哥帮我们代劳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 CG？ 金钱豹哈，搜寻豹头，是，很小声，看他手部，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好，对，然后。加入我们的加强订，有更多的内容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对，好，加入金科科财经吃货好友，好友，嗯，好，然后搜寻我是金钱豹粉丝团，有好礼哦。好，好，这个谢谢阿哥，我今天百忙之中啊，听说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，主曲， 对， 对，主曲哈，这个个人演唱会可能是不会是唯一的一场啊，粉丝听说点了200多首，我们只会唱4首这样，先唱4首就好。好，要唱之前呢。今天小编准备了一个主题，听说这句话最近很红啊，关于我可能让你很意外的点，那很多人的 FB 都写这个嘛，那我们看一下台北市长柯文哲写的，他也写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呢，大家都不会感到太意外，但是防疫这件事情让他感到很意外，因为既然有很多人预约 PCR 就办婚嫁，这么奇怪，对啊，你不是很紧张，你就阳性才有 PCR， 对啊，快筛阳你不紧张啊，就你预约又不去，这么奇怪，对啊。那这个是柯文哲觉得很意外的点，然后问阿哥，你自己让我们很意外的点，还是像我自己啊？是，我现在是在财经界的。其实我大学填志愿的时候，对，我填的是法，我想填法律系，结果嘞，就财经，就英文那个没有达到高标，没办法填。对，结果现在只好常常跑法院这样子，希望不要解决以前的这个心愿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愿望呢，小时候很想当摇滚歌手，就自从听了阿哥唱歌之后，我就放弃这个念头。好的，难度很高。对对，那你呢？你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很意外的点？当初我想要当数学老师啊，结果发现那个数学系不好念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清大数学系高材生吗？啊，对啊，研究所太难念了，就跨考中央财经所，就现在还是当老师，财经老师，还是很意外，对不对？又意外又回到原点，这样。那你不错，跟你原本想的没有差太远。对啊，那我当初去东森的时候，本来是要走歌唱训练班这样子，就走到东森财经台这样子，就走到电视，反正一路红到现在。对对对对，其实唱歌搞不好也会红。唱歌可能就被刷下来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财经界有唱歌的不多了，好吗？大家都不敢唱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最近流行的梗哦，大家也可以想想。对，大家不理解的地方，哎呦，演唱会开始哦，这也让我非常意外了。我们其实没有叫大家做这件事情，对啊。首先我们要感谢这谁？第一个的，史上第一位抖内的，对，抖内的陈美150元，对，好，这我们的龙那个庙里面的那个龙条啊，好龙柱，这是陈美所捐的，对。然后呢，第二位也来了，周伟，哎呦，开启第二个。那我跟大家报告，如果你真的很有心想抖内的话，这边有个选项，任何的影片有没有？超级感谢这个点按下去，对啊，就可以抖内。对，那为了感谢这两位大大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，这是什么？他们的钱是捐给我是金钱豹吗？对，谢谢您的支持，好不好？你们无掉啊，钱在哪里？拿出来，底下底下，来来，陈美大大代替你哈，150。好，捐进去，捐进去，窟窿窟窿，对对，不会拿走的，对对对，打死不拿出来。周伟的30嘞，周伟三十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礼轻情意重，真的很重啊！对对对，噔噔噔，对，这个捐满可以干嘛？这干嘛？其实呢，我们本来说就这样放着，就我们的这个基金嘛。对，就发觉阿哥，人家是因为在你唱歌的时候啊，真的哈，还有你的影片donate，所以我们决定了把这笔钱呢，未来了转成这样，来来来，阿司匹林打赏箱，对不对？首张个人EP储备金，储备金打赏箱，还有方明路啊，真的，来来来，存满就可以了哈。对对对对对，来，这个写上，就跟以前那个庙里面要光明灯一样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写上陈美两个字，陈美，对，陈美亲笔哦，对不对？亲笔签名哦，对。好，这一段呢，那个阿伦斯基可以快转，没关系。陈美，好不好？150元，一百五十啊，对，抖那150，150。第二位，好，第二位，好，我今天会录很久
你看喽、哦，来，马将军，周伟三十元，周伟好不好？周伟大德多内，感谢，好不好？对，三十元，好，要都赶快，因为没有办法贴太多个哦，对、啊、对不对？这个是前几名的才会一直走牌光明灯哦，对不对？海岸放在岸景，什么水岸第一排，水岸第一排在这边哈、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照三餐过炉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那要多内的人、哦、记得哦。这个一定要回到这一张、哦、要在我们的平台、哦、对，你不要在重播平台按头内、啊、那钱就进不到这里哦，阿哥就永远 没办法拿到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出 EP 咯，对对 对,、哦、对, 对, 对，当然这是随个人心意啊，我们不是真的希望你抖内很多钱、啊对啊、只是希望这个给阿哥一个支持，如果抖内多一点我们不只出 EP 好不好、哦、我们就包下小巨蛋、哦、开演唱会就对对对 对, 对，好，那这个还有一个什么，哎呦，台股光、哦、对啊，对，这感觉很像点的就会点光明灯的感觉，买股票容易涨停、哦哦、恭喜陈美跟周伟点上了光台股光明灯，对，好不好？那当然，如果未来的钱越这不是为了我们，好不好？嗯、是为了大家，好不好？人有歌练，好不好？这是阿哥最爱的周星驰电影里面的，大家都可以唱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对，好、哦哦、，OK，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存下来，好不好？未来有抖内，我们都会把它放进去给大家看哦。没错，那要开始唱歌了吗？有吗？开始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交易的境界，交易的境界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来，主题就是。交易的境界就是这一尊佛，对不对？嗯、这尊佛最厉害的就四个字，怎么样？如如不动啦，如如不动。你在交易当中不动是最难的，每一天都想要进场、嗯、什么时候都想要买进或卖出。但是你看最近你无论买进或卖出很难赚，是对不对？好，你做空一下被嘎掉，做多一下就被杀掉，对，你看像今天很多股票涨停，对，明天可能隔日冲又杀下来，有可能、哦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去追高。嗯，又会受伤哦，所以最近我们大钱没有什么股票，你说涨个波段30%、50%的没有哦，对不对？涨、个20-30%很了不起了啦。所以最近最难的就是怎么样，跟他一样，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山，不动如山、嗯、精选你的交易，这是最难的啦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很多关键的心法啦。我、说交易之路呢，绝对没有像你想象的、啊、那么顺。好，过去五年大家觉得、哦、好顺，就是修行，就是修行、啊，就是一直做多做多就好。对啊、好，那我个人啊，这是我个人的交易曲线图。你说哈，这是你的获利曲线图？就大概前面十几年都是讲这样。嗯，就是啊，赚一赚，赚一赚，有赚有赔，有赚有赔，忽然赔光。哦，好努力，好努力，好努力赚，啊，又赔光。赚了三年一次就赔掉。对，赚了五年一次又赔掉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找不到交易的真髓啦、欸、你还在学习嘛，是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一直想要赚就会一次赔掉，为什么、一定是重压嘛，对，一定是重压，这边准备要喷出了，重压重压、啊、又压回来了嘛。但是如果你用到了这边我才终于怎么样，用学习的心态好来面对交易，所以你到这边领悟出来的。对，这个点，第一首歌是领悟吗？多么痛的领悟，下次可以上。猜错猜错，那这个点怎么突破到这里的呢？这是这五年，这是我的绩效、对不对？毛起来突破，为什么？是，就是我那个图，交易之前怎么样？要先学会输啊！哦，那就是我那个赖的贴图。对，我一旦学会输以后呢，哎，每次交易前都先想要输多少，先把风险放前面，运气好就大赚了，就不会输喽，对不对？先学会输就不太会输了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带来第一首歌，对，第一首歌先出现喽。对，那谁会管你亏大钱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这是首歌谁的？你知道吗？谁的歌啊？这个是孙燕姿的。孙燕姿的雨天，对，这难度很高哎。对啊，我把它开，既然是唱歌，我们要用麦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来聆听阿哥这一首自编自改歌词的雨天，雨天，好不好？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交易的历程。好，掌声欢迎阿哥。站在十字路的焦点，该多该空。而我只想劝说，除了你抱的牌，我再也没有别的研究去了解你说什么。老师抱牌刚好赚钱，加入群组想要了解过去几天大盘下跌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谁能体谅我亏大钱，所以情愿回到这边，此刻脚步要慢一些，如慢慢的学，我们都在这边，是否太晚？
已经大亏，我的眼眶泪太满，走不回你身边。老师包牌刚好赚钱，加入群组想要了解过去几天大盘下跌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谁能体谅我亏大钱。此刻脚步要慢一些，慢慢的学，我们都在这边。好，哦，个人演唱会就是要一次让他唱到爽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副歌主歌都要唱，都要唱到，对啊。有被感动到，赶快赶快赶快，好不好？赶快抖内，抖内，人人有歌练，高音没有破音哦，来点个光明灯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一块钱也是钱哈，没有关系，对，好不好？那人都跑加入群组，对不对？对，赚钱都是刚刚好运气运气，对啊，输钱的时候。谁会去体谅你？对，老师不见喽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你有缴钱没缴钱的老师，他都会不见喽。已读不回了。对啊，有谁像我们已读这样都回？即使你对我们指教，我们也认真的回你。当然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这边了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，只有我们会一直替你担忧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哇多多懂内，多多懂内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哥，你这歌词是一瞬间就有感觉写出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很厉害。其实我在那个一万八的时候就想好这首，就想这首歌，就想说一万五的时候要来唱。哎呦，对，是是是。那如果大真的大跌的时候唱大家真的会哭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等反弹的时候唱。大家哭小心情好一点的时候。对啦，真的能看我们唱这一句，谁能体谅我亏大钱？没有人会体谅啊，只有我们会体谅，好不好？是，好，这个下一页还有很多歌哈。对，所以看，不要说你亏大钱，我们大家帮他统计一个数据，让大家安慰一下。对，还有谁亏大钱？外资过去三十天哦，买超这么多的，你看买30亿、70几亿、58亿，买超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那过去10天的涨跌，全部都亏钱。哎呦！所以你帮他算出来外资大概亏多少钱？看这边亏4亿、4亿、5亿、7亿，看这边就亏了20-30亿了。中信金就亏了快8亿。对啊，哎呦，一路亏。对，中华电很好，照样亏4亿，哎，对不对？真的买了58亿的长荣行，哎，很好啊，要那个旅游啦，对啊，亏10%，哎，亏5亿，哎，你看这些人难道都不是厉害的分析师吗？厉害呢，都看新闻报告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输，他说好。这是外资不懂，本土反而厉害一点了。本土这一次不是蛮厉害的吗？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投信30天的，哎，买20亿很多，10几亿都10几亿，很平均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也都亏钱。你看，哎，真的，华新不是缺镍吗？对不对？不锈钢啊，电动车，哎，亏15%，对，也亏了2亿多。对，富邦金，哎，对不对？这一次超惨的，最近最红的，你看，谁想得到富邦金要亏17%？金融股的龙头，哎，对，亏了多少？亏了3亿，你看，都亏钱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些人难道？不厉害吗？资讯不多吗？就他们也亏钱啊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太自责，亏钱是正常的，是，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几个它的走势图，你看哦，长荣，长荣行，哎，要解封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多头格局啊，对，均线向上啊，对，看这个地方应该买啊，对不对？看就外资一直买，对不对？是，投信这个地方看过高一定要追啊，对不对？追了，追了，跑起来追，你看结果呢，破线。投信先停损了，投信先停损了，对，外资还在撑，还在撑，对不对？外资在撑的意思是说都亏钱呢，对不对？投信买在这边也都亏钱呢，对不对？是，你看嘛，看下一档，国泰金好不好了？够好了吧？没错，对不对？也是龙头之一，横盘的时候谁买？外资先一直买，外资还先买低一点，还算厉害哦。看，对，投信在这个地方，哎，杀下来，投信跟你一样哦，哎，拼命低一阶，你看到毛起来低一阶，我的成本比外资低一点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赶快低一阶，低一阶低一阶，结果呢崩盘啊，也是全部停损。对啊，连续崩盘呢，对，到昨天还在创新低，你们看到也开始停损，而且还没停损光哎。对，库存也输得乱七八糟。中国泰金再来。对啊，我们看远金，哎，太阳能哎。520要到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国家的政策，太阳能大方向一定要涨啊，对不对？看之前是多头啊，真这么强，外资赶快买上去，投信也用力，投信一路加嘛，看就杀到破底耶，破底呢？对啊，怎么那么这么惨？对，他不是主流吗？外资有没有卖？没什么卖耶，投信到这个地方，哎，跌到这里喽，还是没卖耶，哎，连法人都在太阳能亏钱，对啊，投信直接杀在最低点，很惨不惨？很惨呢，对啊，所以你要安慰一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。钢铁股获利都很好啊，对不对？需求也还在啊，对不对？就你看外资这边买上去还买不过高，
投信一个加码是崩盘啊，对，这个崩盘，外资还一路停损，那投信卖哪里？那这天才卖，直接卖在低点。欸、你把这投信两个字盖住，我以为这是散户，散户，而且散户买在最高点，马上停损，对，你还以为是融资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断头，对不对？直接杀在最低点，你看，所以说，你有时候不要对自己太过严苛责，对，对啊，看。外资投信也是这样子输啦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说不用太过担忧、嗯、但我要替大家想一下。对，所以，最近最强的交易，所有人啊，不止，这不是什么奇怪的嗜好、哦，这是 SM 的感觉、啊。没有，特意找一个晴朗天空的，好吧，在室外，户外不能乱来啊，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所以哦，最近空手道对，空手道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防守啦，好好的空手道就不用，你要用这 SM 我叫你干嘛？有时候用空手道，你会忍不住想要跑出去啊，对，哦、绑起来，因为我们看，不要说，我们刚才讲。投信外资都亏钱，我们认识的所有的高手也都亏钱啦、啊嗯，对不对、欸？我们认识很多自营商被停牌，有没有？啊、对的，停权，对，被停权，停权，很惨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输钱，只有榜首的没事，没有输就最。我们爆个料好了，那个谁啊，幸福哥，幸福哥之前在那家券商、啊、是，因为幸福哥之前我们拍影片，他现在是自营商了嘛？对，对，因为他已经财富自由。他离开那家公司之后，听说今年第一季啊，嗯、他们那个自营商亏了5000多万、啊、真的哈、哦，超惨的。幸好他闪过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 对，真的。对啊，所以不要做交易就赢了喽，对不 对？所以跟各位讲，最高境界的哎，榜首就赢了啦，是，哦、对不对哈、哦？好，再来第二个问题要跟阿哥讨论、哦、是，对这个台积电昨天很特别，什么？就是筹码，哎外资终于由卖转买，哎，那联电呢是连续买，那感觉还不错哈、哦，对 对，感觉。你刚说那个从法人也是会亏钱，但是跟这种大型股啊，对我们通常还是习惯会跟法人的单呢、欸，就是对外资有买的，我们觉得比较敢买。可是外资才刚买第一天，你觉得这种可以买吗？对啊，筹码要怎么做？对啊，我们刚才讲，外资投信都输钱，而且你看，等一下看报纸都会有讲说，都写说这种、哦、外资买多少啊，这是增加股东的啦。对对，这个是小股东增加了，感觉还没有很好了。大家越跌越爱买。对啊、嗯，所以到底法人的筹码怎么样看？怎么用？我们来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啊、一样，哎呦，一样用唱的，是唱的，好吧？我们这集用合唱就好了，不要、哦、我一直唱都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不，我怕我跟你合唱之后抖内被取消、啊，好，可以取消抖内吗？好像不行了、啊，可以取消吗？小 K 好像不行，捐了就捐了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、啊，这个是很有名的歌啊，对不对？是李宗盛，李宗盛的，好吧？合唱好了，好不好？鬼迷心窍，哦，真简单，我们那个年代的，好，你起 key 我跟，好不好？来。曾经真的以为法人是那么好，法人买进我就当作四宝，跟单买进的获利我赚不少，多头行情我赚到会笑。有人问我这投信是哪里好，做涨行情我还忘不了，外资买进就会把平等调高，股票一直涨，做梦都会笑。是外资买进了也好，是那投信买进了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因为我股票已严重套牢。是主力的安排也好，是 FED 的升息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希望股票能反弹就好。虽然法人总是让我们觉得好，空头一来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睡公园会不会太早？哦，错不错不错。看到这边，我觉得阿伦斯基已经在流眼泪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先不要，我先不要睡公园，好不好、嗯？太早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李宗盛是我们那个年代很红、啊，对，他情歌已经曲调已经够悲催了，嗯，加上你的歌词哦，我觉得。听得不流泪，这不是人啊！对对对，不要对不要上礼拜听，好吧？上礼拜听就哭出来了，哦、对，马上去睡公园。歌词真的写得很好、欸。对啊，啊、嗯，对不对？赚多头的时候，外资投信都很好，赚到都会笑哦、嗯，对不对？就空头一来，就跟刚刚我们讲的华航啦，嗯，好、啊，国泰金啦、啊，全部都套牢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怎么样来跟单外资是有条件的、啊。所以很希望很多人只剩下希望股票可以反弹就好。对啊，我们刚想到那个什么。哦有首歌叫《伤心的人不要听情歌》是不是，不要听慢歌，不要听慢歌。对对对 对，那套牢的人不要听阿哥，啊、对，会更想哭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你是唱到一个心中，好、欸、对啊，对啊，心中的那个前面还在笑，唱又哭了啊，对不对？哭的时候记得按下抖内，好不好？对对
好不好？好，光明灯，光明灯，教你不要睡公园的绝招。人人有歌练，人人有歌练，人人有歌练，一起上，一起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为了国家大业，好不好？对对，人人有功练。好，对，好，这个法人筹码怎么用？对，怎么用？对，不是乱跟。我说筹码是怎么样？选股用，跟进出有没有关系？进出要靠自己哦，对不对？进出要靠技术面呐，所以，但我们说，阿哥都说法人不好，那我们干嘛要透过法人？法人有三个好处啦，第一，法人有大量的资料，他们去买的哦，对不对 ？Bloomberg 的资料啊 ，CNN 的资料啊，那要花钱的，是很多研究报告要花钱。他第一手的资料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而且还有大量的人去帮你看资料，有些都英文我们看不完呢，有些那报告一出来，他今天报告40几页。全英文，我们怎么看，对不对？最认真看报告只有阿文塞啦，阿文塞是真的很认真，他真的帮大家看报告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三，他们最及时的资讯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三个东西加起来有没有代表一定涨？通通不代表一定涨。你刚刚已经示范了嘛，对不对？法人也会有亏损，也是会亏钱哦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什么？那怎么用？月线以上法人买进的股票呢，才有意义，代表什么？是多头啦。哦，而且是要双月线哦。什么叫双月线？大盘也要站上月线。股票也要站上月线，是你说大盘现在跌破月线嘛？只有你一档股票站上月线，结果台积电忽然大跌，你还是可能会跌哦。对对，气氛会被打坏，所以大环境也要好啦。双月线，双月线哦，好对不对？记得好自己再加个双月线，然后如果跌破月线哦，我跟你讲，你隔壁你说阿哥我住地堡，对不对？我旁边的什么董事长，什么董事长，对啊，他跟我讲可以买，可以买。对啊，跟跌破月线以后，连董事长讲的话都不要理他哦，对不对？如果董事长讲的话准。他有时候对产业很好，就开始跟外资一样很准，他也知道公司下个月营收会很好。对，但大盘不好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懂市场，哦，有可能。因为那跌破月线为什么要卖？风险啊，我只能接受跌破月线的风险。再下去，有时候风险很可怕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跌破月线，这些就一定要卖。所以关键是什么？那我们说散户只有一个地方引法人，就什么一键出清，实力要够。对对，我们。一按下就四架出清了嘛，因为你才3张、5张、20张，按下就出清了。法人看，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法人都卖不光呢，对不对？都杀成这样子，他卖不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卖就跌停哦，他不敢乱卖，他只能慢慢卖，慢慢分批卖，分批卖。对呀，那所以说法人是很可怜的，我们一键就出清，就不用怕了。所以一旦跌破月线，怎么样？一键出清。好，谢谢阿哥提醒我们，法人资料很重要，但是用法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最近很多法人开始买的。好，那你要不要跟月线以上跟？但是大盘还没站上月线嘛，就跟少一点。一旦它跌破月线，好，记得这四个绝招，一键出清，好不好？回去还用这个用这个东西练那个浮力挺身，好不好？不然关键时候按不下去，又回来，少林寺的一阳一阳指，一阳指，对对，是少林寺吗？对对，类似这样子的哈。好，再来行情跌到这边哦，哎，开始有一些国外的法人觉得应该会有反弹出现。哎，对啊，大摩说美股还会跌，但是呢，熊市反弹即将来。对对对，很有趣哈，反弹要来了啊！对这句话的话，通常讲完就是说，如果明天大跌，明天大跌的时候看，我不是跟你讲还会一直跌，一直跌啊！如果明天大涨，我不是跟你讲要反弹，我不是跟你讲快到来了吗？都对哦，是24，一年四季都对哦，我也搞不懂再怎么看哦。我觉得阿哥最了解外资，好对对，你也认识很多什么 Michael 张嘛，啊对对对对对 ，Kevin 陈嘛，对对对，好，他说这个。标普啊会跌到3400点，但是会有技术性的反弹，因为毕竟哦，这个估值啊、定价等等哦，都还没有到，还没落底。对了，哎，不止这个大摩看了美股反弹，是小摩 Morgan State 这个 JP Morgan 全面上调中概股平等，因为真的也跌很深了。哦，对了，所以感觉现在哦，全市场跌成这样，哎，法人都开始认为应该会有个跌升反弹。对，大家都认为是这样子了。对，事实上有了，有机会哦。我们事实上在前几天就发现一个关键的讯号是。低点反弹的一个讯号啊，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就是物极必反嘛，压力球，你一直压一直压，压不太下去了，它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弹起来嘛，比极也会怎么样？太来。好，那前几天有个什么比极太来的讯号呢？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你去找，你就搜寻这个 Google， Fear and Greed Index， 恐惧跟贪婪指数哦，这个是 CNN 编的哦，很客观哦。现在到哪里了？它之前来到这里，到6，最多就0哦。哎，真的哎？对啊，已经来到。极端恐惧的极端，对，那时候六的当天晚上还出现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是凹到下面的，然后下面就帮你解释，I don't F anymore 这样子，我都不管了啦，这样子，对，已经恐慌到没有感觉了，所以很极致了，就已经是极致了。你说这样真的很低吗？我们来看过去的数字，你就知道这六多低。看这个是六在这里，破了2021以来的所有的低点哦，新低耶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。过去就这么几次创新低哦，就来到极端值了啦，极端值哦，对哈，我们记得
记住几个数字，你自己去查，不要说我们骗你。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、九二零、十月四号、十二月三号、今年的一月二七、三月八号，三月八号是这个哦，这个又跌破比这个还更低哦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低几个低点，这几个低点，纳斯达克的位置是在哪里？哦，极端恐惧的时候都发生什么事？你看，刚见最低点，它是每一天都公布哦，不是一个礼拜，不是四号哦，当天晚上当天公布，一见低点，你看一路往上涨。对，好、哦，好，这个比较特别，看为什么颜色不一样？它当天有见低点，然后看它见了低点一二三四，还反弹了四 天，但是呢，后来更恐慌，又破低哦，所以它不是。永远都低点，它不是一定是这样，然后就往上哦。它是起码三天内它是低点，是，所以它会反弹个三天。有可能是短线低点、啊、对，就是趋势不一定，趋势还没结束的话，它就再跌。嗯、但是再跌以后更恐慌以后，又再次见到低点，然后又往上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这杀下来的地方见到低点又反弹、嗯，对，但是因为后面还要跌嘛，所以它还是杀下来。是，这边又见到的是低点、嗯、反弹，那后面是空头嘛，所以它还是杀下来。这个地方见到低点。你看这个地方有破底哦，破假跌破了，对不对？嗯、因为它但是这个地方恐慌没有见到低点、嗯、所以它不是真的低点。这个地方见到低点又强弹了、啊，好，那最近现在又来了。对啊，上次这个下影线的当天，它就出现了个最恐慌到不行的啦、欸，所以很准哦、嗯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上去查。好，这个网站上找得到，对不对？都找得到啊、哦，对啊。反正有你，如果没时间找极端值的时候，阿哥会提醒大家。对，我就提醒大家了，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嗯好，所以反弹持续当中嘛，目前对，所以现在是反弹。那我就说，是不是最低呢？不一定哦，嗯、有可能只是这样子就下来了哦。是，那有可能跟这样一样。重点是什么？月线呐、啊，哦，对，突破月线，那可能就会反弹久一点。嗯、是，但今年我们说今年就是升息一年，但再怎么样很难哈、哦，会有很久的反弹、哦、啊，缩表啊等等的、啊哦，然后战争啊，供应链其实很多问题啊叠加在一起。对，所以你只能用强反弹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极短的讯号了、欸。那你讲到中长线的话，现在呢、欸、市场担心哦，今年的美国经济哦会不会软着陆？是硬着陆跟软着陆嘛？对。那这个我们引用 Real Hedge 有一个图哦，不管这个是硬着陆软着陆哦，都很惨，因为是飞机已经是倒着飞了。真的倒着飞呢？你只要降落一定是出事，一定挂嘛，对 啊，所以这个软着陆很难哦，因为这个博士、哦、丹尼尔拉卡勒对他特别讲、哦、原因在这里啦，因为现在的经济数据还是很疲软，对，好不好，这个劳动力参与率就业率等等已经停滞一年了，反正这些经济数据呢 V 怪客节目中会帮我们继续做追踪，然后市场现在低估了这个小幅调整连锁反应，就是你上次讲的万一 ETF 大幅赎回的时候对啊、哦，那个卖压会很可怕、哦，有连锁效应、哦，有连锁效应哦、嗯。所以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你要抑制通膨，但是呢，你还是不断的把增加支出嘛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这个通膨很难结束了。结束没错啊。所以 FED 的主席鲍尔之前有提到了，软着陆呢，它是要保持劳动力强劲，但是通膨要回到百分之二，他觉得这一点非常有挑战。而且现在刚好是相反，你知道吗？他讲的很保守。现在劳动市场呢，可能开始越来越差。为什么？看最近股市崩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我们来看通膨，原油最近还创新高，没错，昨天还拉到114呢。对啊，是。好，所以美元都在创新高的时候，照理说原油还相反嘛，没有，它还往上走，然后股市还往下跌，所以你要看到什么时候通膨才会降温，就要看到股市跌的时候呢，原油也要崩。但现在原油不会崩啊。那如果照他的说法，这个软着陆很难发生，甚至不可能的话，那所以反弹之后会怎样？可能还会硬着陆。我们来看哈、关键的时候反弹之后呢？我们说跟他讲过度恐慌以后都会反弹，对不对？最近就反弹了、啊，对。但是这是空单的回补讯号了、哦。好，你要抢多呢？好，如果你是习惯抢个两三天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抢反弹。是，好、哦，所以大家都是抢了，明天就要跑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反弹以后要突破月线、哦、才会真的转强了、哦。还是以月线当还是以月线哦，对不对？哈、起码突破月线，你进场以后跌破月线，你再出还来得及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突破月线，就要提防再度破底 哦。破底了以后呢，那个恐慌指数呢，要更恐慌。是，刚刚已经六了、哦，六了，你要它怎样啊？对啊，可能要到有负值，要到负值啊，才见低点，所以千万不要乱破哦，对不对？破的话非常可怕了哈、哦，所以反弹还是有要准则啦，好不好？是。那我们说，
这个交易有四种正常四种情况，就是空单进场讯号，趋势向下的放空讯号，对不对？跟空单出场，获利了结。空单出场讯号并不代表就是多单进场哦，嗯、对不对？多单进场可能要站上月线，法人买进，股票也站上月线，嗯、它才能多单进场。就是要至少要有一个主底的形态出来。对啦，好了，嗯、或者说双底，好，对，我们有一集要讲什么？要当当当嘛，对对对对，或者当当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它只是 V 转。那是哪首歌？Only you， 不要唱太多了。所以突破上去才有办法多单进场，所以不要把空单出场当作是多单进场。很多人会觉得要无缝接轨，我空单出场，原因就是要马上反手做多，没有、啊、没有这样的。对啊，我下后会逮机。对啊，如果多单进场就一杀下来，哇，你空单来不及进场，你还在忙着怎么样多单停损，就很麻烦了、哦，对不对？所以空手等待什么？看是这个讯号出来，还是反弹失败？又杀下杀，你空单再进场，你空手是比较好准备，对不对？二选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一多单进场，你就只能期待喷出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期待掉，一杀下你就来不及啊。所以赵二哥的这个图哦，就是要赚最好赚的这一段，对，比较确认的时候这一段确认，对，做空就是这一段，对，啊，做多是这一段，对，那现在是刚好在这边混的时候，混，对，所以不对劲，空单赶快出场，像我们以前高档。嗯多单有警讯，比如融资大增，那你就先出场啊，类似这样子。所以多单出场讯号也不是放空的讯号、嗯、所以事实上有四种讯号了、嗯，你要搞清楚自己的交易策略哦。是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来看最近恐慌，为什么恐慌成这样子呢？阿哥每天都贴这图给我看，我快被吓死了。啊、对对对对你那时候贴给我看的时候，明明还在上面哦。哦，对啊，还没有跌，就下一直跌，一直跌，一直跌，一直跌啊、哦。对，我们每天都跌90%，对啊，我们上礼拜那个。加强定就会讲、哦、比特币可能会引发这个、哦、风险啊，它、就是、就 Luna 先来了，就出现一个 Luna 币了，跌到 0.05，、嗯、后来事实上它跌到 0.0000， 它的小数点又往后拓三位哦，是，哦如果它如果跌到0.0001，它又往后拓、欸，它就是不归零哎、欸，它就可以无限归、啊、无限腰斩的概念、啊，无限腰斩、啊，对啊，所以它一口气跌往跌了快98%、99%啦，对不对？所以造成怎么样？虚拟货币全面大跌哦，我们来看比特币，看这个是。比特币终于出现一个关键的讯号，这是周 K 哦，嗯、是对，看好大的一个头，对不对？然后完全弹不起来以后呢，确定一根周 K， 跌破了，底下1:1啦，1:1的话就跟 Luna 币一样哦，对啊，不就回到这里了吗？对啊，那你说它是虚拟币哦，那虚拟币就是可以变虚掉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它名字当初就有告诉你我是虚拟的，对啊，你说历经有黄董事长的努力，对不对？嗯、奋斗，对不对？他有厂房，有员工的加持，哎，对，他还重新上市柜，还有实体资产在，他有东西在啊，对啊他是没有东西的、哦嗯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可以消失的、哦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他们有一些特殊情况，但是虚拟货币有好一两百种，市场有90%的虚拟货币可能会消失。Luna 币的那个创办人他就说，对，他那时候可能还在这里的时候，嗯、他说我觉得。几年内呢，会有50%的虚拟币消失。讲完了以后呢，他第一个消失，多可怕！不要乱讲话，好对不对、哦、真的，真的啊，好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已经确定走空。那你看整个虚拟货币市场这么大，走空会影响到市场，嗯、会、哦，肯定会，肯定会、啊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你看回到这个纳指，我们已经确定它是什么骷髅叉了、哦，对不对？就是这边死亡交叉后它反弹，那又破底，又破底，所以已经全部都已经死亡交叉了，已经确定。短空跟中长空了，对不对？嗯、那个年线也准备要死亡交叉了。关键年线的扣底值在这里。对对，这个蓝色的就是扣底值，所以年线开始慢慢往上跑，所以年线一定是往下弯的。所以所有均线都往下弯，它已经确定是结束了这个长期的多方趋势，现在进入空头趋势了。空头趋势只有两种，嗯，之前我们讲过，要当一声就上来的就叫大断头、嗯，这时候融资维持率杀到110哦，就已经断得很干净，很干净。对，那这是没有嘛？那、嗯、没有的话，你要一直打底，然后这是最强。然后所以说现在要马上就变多吗？还没那么快哦。好、嗯哦，对啊。好，另外什么？那个美元，好、哦、说美元若一直走多头，那台币就一直贬值嘛。对，而全球股市就会一直修正。那现在美元也出现关键讯号，这是月 K 哦，嗯，已经你看这是一个第一波。然后呢，横向整理，是啪又过高，变成它第二波哎、嗯。那如果你看这个地方又要同步，你不要闹了啦，哇，又要挑战前高，来到120，嗯，那就很可怕哦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一下。所以现在是短线、日线的等级的休息。对对对对对我们先讲大方向的趋势，我们说短线的确过度恐慌，美元转弱了有机会做一个反弹、嗯，但是大背景是什么？都是空头、哦对啊中长线的背景还是比较可怕。对、啊、我们所认识的强反弹的，每个人都跟我讲的、就是，嗯，我看空。但是呢，短线会反弹，懂是吧？所以大家都没有忠诚度、嗯，说跑就跑了，没错、哦。所以还是要小心一些空方的趋势哦。再来，好、嗯，既然是空头趋势，你就要把这个，哎、欸，这就很好用喽。对，葛兰币八大法则哦，对不对？好、嗯，这边的 B 呢就是 buy，、哦、就是买进讯号、嗯、
S 呢，就是 sell，放空讯号，卖出或放空，对，放空讯号。第一个讯号是什么？刚刚突破的时候，第一个买进讯号，由下往上突破均线，买进讯号。突破以后来不及买，没关系，等回档均线，可以买，对，那如果它涨太多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卖点，或乖离过大，好的卖点，那如果乖离过大以后呢，它杀下来的时候呢，它会破线，是，因为但是破线的同时，为什么还是买点呢？均线还是往上弯，有支撑，对，往支撑，所以它还是买点，是，然后再去做头啊，做头，均线走平了，一跌破它就是第一个卖点，第一个卖点，但是由上跌破均线一定会反弹，对，一定会反弹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就来到这里，跌很深的时候，最近乖离比较大，乖离比较大，它会反弹，好，对，它有反弹的一个买点啊，对不对？那反弹过，即使它突破均线，但均线还是往下弯啊，对不对？变成是很明显的压力，还是压力，还是卖点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杀下来，再反弹到均线，靠近均线呢，还是卖点。所以就是葛雷八大法则很好用。现在在这大概这个位置，现在在这里啊，好，对，所以未来如果靠近甚至突破，可能都是卖点哦，不是 S 二卖点，就是 S 三的卖点。这个卖点早就已经过去了啦，所以现在只是这个买点，但是。它不是这个买点，也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哦，对不对？它是短暂的，短暂的反弹而已，所以看你要不要做而已啦，那这个网络上这图很多嘛？对啊，那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，这现在大概在十四而已，十四而已，对。耐心是投资当中最难的一部分，放心，还会再涨回去。果然，你看现在就是果然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果然反弹了，果然反弹，但是后面可能又再跌哦，对不对？跌下去哦，我们先今天。成交量呢越来越低，就不到两千亿了，对不对？慢慢会人气可能会降到剩下1300、1400，那就到16了。算了，这种股市不看也罢，这样子，好，对不对？人去楼空，慢慢人气会退场。现在没有人气，现在还有人气，还稍微有了，大家还在果然啊，因为还有涨停板的股票。对啊，类似这样子，所以它慢慢的这样子，这个大家自己去看了，很多人都知道了，我们就不全部讲了啦。那再来，趋势的前面呢，我们讲如此渺小，所以趋势最大，任何东西都不要抵抗趋势啊，对不对？天要下雨，你可以阻止吗？不行，你的阿布啊被盖了，没办法，你也不能阻止他。祝他幸福。对啊，所以这个饭就是这样，沧海一碗饭，他说沧海一粟了。怎么觉得像脚尾饭？什么配菜都没有。配，明天大跌就怪这碗饭。哦，是的，对，沧海一粟，开玩笑的。所以趋势最大啊，我们要尊重趋势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呦，空头趋势又来一首，是这谁的歌？这个是李圣杰的什么？痴心绝对、哦，这个阿哥要 solo， 这个难度比较高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，你要先喝个彭大海什么之类的吗？好，有吗？要，你先解释一下这个里面几个关键字，我喝个水。你这歌词啊，真的很厉害，把你灌醉，我以为是那个谁的歌，黄大炜的《你把我灌醉》，就不对。哦，原来是痴心绝对。对，哎，那你怎么就写两个？好像世上只有一个而已。我只有一个是。可能把男生女生都灌醉的意思。好，那我唱只会唱一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让阿哥好好表现一下，这首高难度的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唱得好，抖内抖内，好不好？认真有歌唱。主力拉出涨停，把你灌醉，好让你能多买进一点。套牢的滋味，你不懂这种感觉。多头行情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秀恩在我面前，证明你多强，自私愚昧。你不会懂得空头大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融资断头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多辛苦勉强自己到处找人不欠。大盘狠狠下跌我又没钱，认同卖光股票没输我的泪，明知道空手离开这个市场不可能回，你还傻傻在等反弹出现的那一天。大盘又大跌你才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就会提醒风险。空头一来什么股票都会跌，不能一直做多痴心绝对。就算你一直落泪趋势也不会改变，只能勇敢处理你的部位。听了好哦，我想说他那个破音手板要敲下去，想不行了，对，唱的真的不错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不好？
这个阿哥个人手上一笔储备金，哦对对，好不好？一块钱也是钱，好不好？麻烦大家，你讲的好像很缺钱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怎么阿哥感觉好像变成是街头艺人、啊？感觉我们好像最近亏得很惨。对啊，我在到处，我是在找人补钱 啊。我们是在全球的这个知名 YT 平台啊做抖内，好对，支持阿哥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怎么变成这样、啊？大家不要误会啊。对，好，所以辛苦辛苦，对，很辛苦了。断头的人就知道多辛苦，要到处补钱、嗯，一直补一直补，一跌呢。又断头，就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哈、欸，这几首歌真的很有味道。对啊，哈、哦，还来，还来，没有第四首是？还没有，这首不能唱了，这是加强定才有，不然加强定每次都我们加强定都没歌。加强定限定才可以。哎呦，对，而且这首歌呢，直接把行情讲出来了，真的，何时才会是买点呐、啊？对不对？预告一下，何时才能买？我想等叉叉，好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靠近圈圈圈，这不准，够大赚。谁的歌啊？因为是普通电影，所以都不准这样子。这是沈文成的那一首哦，《心是谁人知》啦，好不好？我是故意唱不准的哦，加强定就会很准。没错，加强定好好唱给大家。那加强定怎么定呢？好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、哦，记得在我们的官网，好不好？官网，官网，抖内也在官网哈、哦，不要在重播平台抖内，拜托。对，好、哦，任选一个传送门。对，更多的讯息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阿哥的这个演唱会上半场听到这边，大家再见，谢谢。